Hello， 咁啊，欢迎咁多位啊，翻到嚟啊，今日国际大棋局嘅第二节啦。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啦、俾 like 啦、订阅我哋 Patreon 啦，同埋有能力嘅听众，恳请你课金支持我哋团队。咁啊，今日咧翻嚟咧，一开始应该系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嚟噶。点解咧？其实香港新闻咧，坦白讲啊，一直以嚟咧，即系大家面对嘅事啦，见到喂开心嘅嘢多唔多咧？真系冇乜嘅。咁一直以嚟見到嘅都係啊種種唔開心心嘅事啦，譬如打壓啦，俾人跟住啊講緊，好似上次記協咁啊有記者啊係俾人跟蹤啦，跟住見到47人落案啦，好多嘅即係相關嘅嘢咧，基本上睇香港新聞咧就叫人係唔開心啊。當中最緊要嘅梗係見到好多人離開咗啦，咁甚至乎而家話俾大家知啊，即係大家期待嘅嗰一個啊啲節日假期咁樣。喂，原來咧本地人就唔喺本地消費嘅，唔喺香港消費嘅，出曬外面，咁啊去曬其他地方玩啦，去曬地方旅遊啊，咁啊依靠而嚟嘅嚟消費嘅係自由行啦，咁自由行啊，梗係為諗住啲啊國內嘅老闆過嚟打救啊香港啦，咁點知嗰班友過到嚟嘅，喂你發覺而家原來就係做一啲低質團嘅。咁啊入去啦，咁啊俾人劏啊，俾嗰啲啊都系大陸人開翻嘅公司劏翻自己旅客啦，落嚟鳩烏啦嚇，真正嘅鳩烏團啦。跟住啊，甚至乎帶水貨啦，咁跟住仲要做埋一個產業嘅。咁啊，跟住發覺佢哋啊，譬如啲食宿安排好差啦，企喺街邊度食嘢啦。咁你見到其實一切一切咧，我飲啖水先，唔好意思啊。你見到而家一切一切咧，都係唔開心嘅居多啊！咁你問我其實比較有印象啦，覺得係全城歡騰嘅嘢咩事呢？啊，咁啊，其實最記得就咩啊？張家朗咁啊，玩呢個劍擊啊，攞呢個金牌，哇！嗰一刻，我相信真係全香港嘅人啊，即係都掉低嗰種種種生活上啊，見到新聞啊，面對而家個即係政治氛圍啊，嗰種唔開心啊，面對嗰種離別之下咧。在那一刻咧，大家真的最開心，即係覺得係啊，爭翻啖氣啊，跟住咧係好好啦，一個香港嘅代表啊，一個正宗嘅香港人啦，佢為香港爭光啦。跟住其實後尾啊，大家都知道啊，咁原來係攞咗金牌，你講聲香港加油，原來都係禁語嚟喎，即係唔知幾時開始啊，香港加油啊，呢啲都變為係。一個唔講得嘅名詞咯，咁你要呢個地方嘅人要培育佢哋愛國，當然要先愛自己的地方噶啦。即係我去到大陸嚟計，嗰、那個人咧如果譬如佢係嚟自湖南嘅，啊好多咧都話自己係大湖南啊、大深圳啊、啊咩大廣州啊、大斗門啊，個個都係對自己出嚟個地區咧係捧上天喎。咁當你即係。其實你如果那些人譬如你一個廣州人叫個廣州加油原來成為禁語的時候那你叫這個人對這個地方還有什麼歸屬感還可以怎樣愛這個地方那其實 很悲哀的那結果昨天、就是、又迎來一件很開心的事那我相信其實呢現在香港人面對這些情景呢其實如果是以前呢不會這麼大感觸的但是現在呢是一定會是很大感觸啦，甚至乎你即係見到就係眼淚都會出埋嘅。冰球隊咧，咁就歷史性奪冠啦。咁啊，其實佢經過重重難關啦，咁樣。咁其實冰球隊又發生咩事呢講緊咧就係喂，早排啊國歌風雲啊，播錯呢個國歌咧，跟住當陣時咧啊呢、這個香港咧加埋呢個咧，唉、哎、呢、這個奧委會啊最有權力嗰班人啊。包括咧嚇呢個霍家啦咁樣，咁啊當時話要停咗冰球嘅會籍啊，解散啊，又話要嚇懲罰入邊嚴懲入邊啲人啦、啊，跟住變到而家啲人咧出親去代表香港咧去打比賽啦，本來開心嘅事，每一次都牽涉到咧唔係國歌出事係國徽出事，唔係國徽出事咧由其他嘢出事，搞到你而家係即係叫運動員啊，你唔係。即係可以咁專心 focus 喺自己咧個運動表現上啊，而係咧無時無刻都要同政治扯上關係嘅。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啊突破性奪冠啦，其實冇耐啫喎，即係之前俾人嘈嗰單嘢冰球隊，
咁去到而家，其實你香港成日都嚇，即係好矛盾嘅，又話要愛國，又話咧又要係即係嚇認清自己香港嘅喺世界上嘅地位、文化同價值，跟住咧嚇又要係乜嘢都係向阿爺靠攏嘅，唔止係制度喎，即係嗰啲醫院啊、醫療制度喎。意識形態啦，所有嘢啦，即其實去到而家好辛苦啊！嗰班人，包括你睇到佢領隊今日出嚟講，其實咧佢去到係好著重嗰個國歌咧嗰個問題嘅。佢已經咧今次啊係千叮萬囑啲員工啊，即係佢嗰啲冰球隊啊，嗰啲接洽嗰啲人啊，一定要播啱，一定要播啱，跟住俾埋隻 USB， 親自加埋俾個大會。點知大會嗰啲人咧都係疏忽嘅，諗住求鳩期咧上呢個 YouTube 嚇、啊、打呢個香港國歌咁樣，跟住第一首出嚟嘅，咁你知咩嚟噶？嚇、啊，袁明光嚟啊嘛第一首，結果差啲又播錯，咁我諗佢哋如果播錯咧，基本上都翻去俾人鞭啦又。咁點知咧，即係而家香港咧運動員咧其實好慘啊，可能冇合適嘅資源啦，冇訓練場地啦，甚至乎咧要即係成孭啲壓力喺手咧。你只是玩鳩佢哋啫，咁重要啦。其實冰球隊原來話俾你知，原來冰球隊咧，佢入面有兩個榮譽主席嘅嚇。原來榮譽主席係邊個咧？就係、是、嗰個口口聲聲話要去懲罰佢哋，甚至取消佢哋資格嗰個嘅家族嘅人啊。即係老實講啊，因為啊，我老師啊，劉夢老師咧、啊，同呢個咧霍英東家族咧就好老友噶嘛，咁所以即系我都要尊重佢老人家啦，我唔可以讲得太尽呢啲嘢。但系有时你呢个家族吓、啊，由你老豆开始，霍英东咁中意踢波啊，咁中意啊做运动啊，去到即系家族嘅后人都系啦。作为香港体育界最重要嘅家族成员，代表运动嘅，咁另一半好多时都会吓、啊、娶一啲知名嘅运动员啦。咁跟住自己親身力行啊，要秉承呢個祖宗嘅訓示去推動運動咁樣。你下下喺呢啲事情上面，即係你成個家族愛國係真嘅，大家都知道，同埋以前都為國家做咗好多嘢。但你唔好下下將呢啲啊呢無辜嘅人擺上台啊嘛。你去到而家咁樣，去到呢件事你睇到啊，喂，其實你咪一巴一巴刮埋嚟自己度，仲要而家喂，其實你係個榮譽主席喎。你是他们、啊、可以拎得上台所讲的老细来的。如果真的喂再这样下去，其实香港呢未来还有没有金牌运动员呢？会有的，但他们移晒民，不是代表香港咯。即其实这件事很悲哀的。同埋老实说，好像运动员拿到佳绩，拿到金牌，在外面拿到一些好的成绩，打一个争气波，其实这个呢是全香港人的光荣来的。你是团结香港的很重要元素来的嘛。你还是不是执着在、啊、那些、啊、所谓擦鞋、啊、所谓的那些、啊、国家安全法、啊、那些的东西上面、啊。同埋其实老实讲，如果你怕到这样，为什么你都还是即不摆啲资源下去呢？你只扯一个国家督、国歌督导专员嘛。无论什么比赛永远都一个至两个人，好像警察这样请够十个负责跟首歌的。咪冇事咯，咁你咪唔使啲運動員走去擔心啲嘢咯。仲有今次攞冠軍呢隊，佢係領隊啊，原來義工嚟噶，為興趣嘅真係冇收錢啊。跟住入面咧，嗰啲人咧，原來佢入面成個咁大代表香港嘅正規嘅職員得三個咋，嚇、啊、得三個，係啊，咁啲錢擺曬落邊度啊？梗係擺曬落啲值得擺嘅地方啦，例如警察啦。咁所以嗱。一开波咧，即系个头盘咧，讲完呢单咧咁唔开心嘅事咧，即系咁样做个节目系唔得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冇可能嘅。所以咧嗱，我决定咧即刻同大家睇一睇一啲开心嘅事啊！嚟紧咧，我哋咧呢个咧系国际大棋局首次获得呢个赞助啊！咁啊，即刻同大家播出我哋版本嘅警讯先。咁啊，琴日啦，所以同大家讲咧有单嘢好开心啊！咁啊，与众同乐啊！咁咧就系咧系。參加啊呢個潑水節啊，喂，中間有單嘢喎，就係、是、咧我哋嘅伙計啊，同大家講翻聲先，我係 Cyril Sir 啊，即係呢個咧嚇負責呢個警訊節目嘅評述員啦、啊，我哋嘅同事啊，我哋嘅伙計啊，咁啊去到雨中同學啦、啊、潑水節啊喂，自破咗一單槍擊案，哇呢單嘢犀利啦，
就係咧嗱，我哋一名嘅夥計咧，受到啲疑似係黃絲黑布咧嘅襲擊啊，就向我哋嘅同事啊開咗掃槍嚇，仲要命中咗嘅。咁我哋嘅同事咧身中掃槍，咁仍然點啊？維持我哋警隊形象啊嘛，又苦口婆心勸嗰名嘅黃絲黑布咧投降，放低個手上嘅武器，改過自身。咁嗰名黃絲黑布咧，亦都好即係經過我哋詳細調查啦。咁啊，亦都現場有夥計咧影咗相啦。咁大家今日睇各大報紙都有噶啦。嗰名黃絲黑布一睇個樣知道黃絲黑布啦。點解？細路嚟噶嘛，你幾可見到啲即係好似啊四五十歲嘅年紀黃絲黑布咧，冇油啊嗰啲全部藍絲，嗰啲好人嚟嘅，嗰啲著白色衫嘅。咁逢係呢啲嘅細路仔做噶啦。哇！佢仲要哇一念錯喎。泼水节不是拎住支枪，阿猪阿狗边个都肥得咁咩咁？其实不是嘅。喂，大佬，一间啊，俾你啲黄丝黑布肥湿咗个小路宝，坏鸠咗。咁大佬，你申请几廿亿落去换过，系咪你导致嘅先？跟住另外仲有，你肥湿咗件警服点得？咁珍贵、咁重要，加下我水警啊，系咪先？唔系啊嘛。所以嗱，老实讲。即系大家咧睇下今日个封底啊，嗰张图系咩嚟嘅咧？嗰张图就系啊，我哋兄弟深夜台啊直播时候讲到啊，杜琪峰一套咧著名嘅电影叫 PTU 入面咧个老顶叫边个啊？展哥，边个嚟咧？任达华做嘅。咁佢最出名嗰部系咩啊？见到个黄丝黑布啊唔啊嗰阵时冇黄丝黑布，唔好意思，应该单纯啊嘛，见到个黑布黑衣人。在游戏机档，跟住咧佢身上有纹身，跟住态度唔系咁友善，跟住咧我哋嘅沙展啊，任达华嘅沙展咧点啊，走埋去叫条友捽甩佢，捽甩佢颈上面嘅纹身啊，跟住话个僆仔梗系唔听话啦，黐线纹身嚟嘅，你估纹身贴纸啊，捽甩佢你傻噶，跟住点啊，打佢一巴巴巴车埋去。见到被人打喎，咁点啊？冇人敢出声噶，拧个头埋嚟睇嘅，会唔会叫佢拧翻个头翻去啦？差人做嘢啊！就算嗰条僆仔嘅大佬啊，都 A 都唔敢 A 一句。喂，呢、這个先有警察尊严啊嘛，系嘛？即系好似琴日咁样，我哋伙计其实俾个僆仔俾个黄丝黑布去枪击，正常嚟计啊，如果唔系而家吓，即系我哋谂住社会大和解，唔系走去缓和气氛。一早撳咗地下啦，係咪啊？即刻上手扣，唔使講咁多，即刻攞埋啊！嗰支啊，疑似嘅空氣啊，即刻翻去，即刻過堂，換襲警傷人，跟住點啊？日南同院坐完出嚟，睇下再做你條罪，再坐監，係咪啊？喂，但唔係喎，警告啫喎。咁當然啦，咁有班記者唔生性，喂，苦口婆心勸個僆仔，個僆仔完全不敬。阿 Sir 同你讲嘢啊嘛，咁你点啊？梗系要知错啦，知错要点啊？敬礼咯，仆街，又唔敬礼，又唔 say sorry， 一念错我、啊，即系可能佢以为，喂，点解无端端泼水节嚟啊嘛？攞水枪肥咗你几枪，跟住会俾你屌啊？系咪啊？一念错又唔识道歉、啊，咁点啊？你以为瘦仔大晒啊？瘦仔梗系梗系细路仔犯法，梗系。与借民同罪啦、啊，死讲嘅，所以琴日咧嗱呢单嘢咧，坦白讲，在公在私，我都支持咧我哋嘅伙计嘅，同埋我觉得咧而家执法系过松噶，即系呢件事我啊即系都问过我哋何议员啦，何议员都觉得咧呢单案例咧，以佢大律师嘅身份睇落去咧，个执法系完全太过松啦，应该系即刻要将呢个疑犯啊揿喺地下上手铐，并且要检获咧嗰支嘅大杀伤力武器。即嗰支水槍啦，咁啊跟住點啊？你而家咁發展落去，喂，下次啲人啊轉頭喂啲水槍嚟噶嘛，咁大殺傷力，哇！佢攞支有連發功能嘅，咪大鑊？仲有、啊，如果佢唔入水，話喂入啲其他液體落去，嗱我冇講嚇，我冇講話尿啊，跟住肥我哋伙計咪大鑊，咁梗係要嚴懲啦。咁以後咧，我建議一樣嘢，潑水節都好，要講明嘅。即系嗱，好似咧，你睇过李小龙套戏咧，除华人与狗外咧，就不得进入嘅个公园，系咪？咁啊，讲到明，咁啊，除平民与狗外，
咁其他人咧都冇得係成為呢個發射對象，即係所有啊著制服嘅人士啊，包括警察啦、消防啦、民安隊啊、救護員啦，甚至乎著住校服嘅，你學校嘅風紀都好啊，你都唔可以肥佢啊！你肥親咧就犯法，就天子與借民同罪，咁就得㗎啦。咩話？嗰個字讀個書字啊？唉，是眼彈啦，做人嘅嘢係嘛？當你有時喂去到呢個環境潑水節，即係。我不知道大家知唔知潑水節是咩事啊？其實喺東南亞國家咧，潑水節咧就係一個大型節日嚟噶，仲大型過你新年噶。即係我嗰陣時喺啲嚇東南亞國家做嘢時候咧，啲夥計都提醒我啊，想出去趁熱鬧啊，誒除低套西裝先啦，係啊，除低套西裝，跟住啊換翻對波鞋，換對拖鞋先啦，咁啊唔係波鞋拖鞋，基本上行得出去企喺隔離，你唔好話落去真係一齊玩啊！不，你都預咗濕身㗎啦，係咪？即係我嗰陣時都係啊，即係你話嗰陣時作為啊酒店嘅高層嚇、啊、賭場嘅高層，喂，我都換翻啲 T 恤啊、短褲啊、拖鞋落去㗎。一落到去，哇！屌啲啊咁兇狠嘅，你話攞水槍射你幾槍都咁大鑊啊！嗰啲撲街成條水喉射埋你㗎，成個水桶淋落嚟㗎，嗰啲咪仲過分？嗰啲梗係恐怖分子啦，係嘛？咁所以唔可以姑息啲黃色黑布嘅。咁另外咧，我建議啊，仲要徹查一下究竟即係個水桶啦、啊、來源有冇問題啦、啊，跟住入面牽唔牽涉咩啊？牽唔牽涉啲色彩啦、啊？即係如果喂啲水咧，原來咧係帶有呢個政治元素嘅，咁梗係唔可以用啦、啊，係嘛？即係我係攞嚟淋人喎、啊，好大鑊嘅喎，俾人淋濕咗，係嘛？幾大鑊、啊？所以呢單嘢咧唔使講咁多啦，即刻同你睇第二單咯。第二單咧仲開心。咁啊，今日發生咗一單啊！唉，就過堂時候咧，有兩個犯，咁啊，跟住咧無端端個犯咧就涉及呢個運毒案嘅，跟住咧就同另一個咧涉及咧打交嘅傷人嘅，交換咗身份並且逃離現場。嗱，老實講呢單案咧，罪在乜嘢咧？咁啊，梗係罪在個犯啦、啊。喂，大佬，你即係你發生呢啲事？你壞人嚟噶嘛？壞人咁點啊？壞人梗係要啊拎佢過堂噶啦，佢拎佢擺上庭度搞噶啦。啊，點知你個撲街啊？喂，竟然啊同人調亂身份，跟住咁樣走咗。喂，你知唔知我哋啲夥計咧？我哋其實做嘢已經好辛苦啊！我哋工作係一啲都唔容易啊！你係咪應該自用自覺先？你作為犯，你要上庭，你係咪應該自己有個自用自覺？哎，我係做錯事，所以我先成為一個犯。如果我是一个正直伟大爱社会的人，我就做差人啦，我怎会做差啫，是不是？跟着你去到你应该是乖乖地头三个官问你什么都好，你说我知道我明白我抵死。那你去到这一步，你都仲要买通第二个犯人逃走了。那这个香港的治安问题呢，大家看到可以几咁严重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如果不是我们伙计这么努力，我相信啊，香港一定成为一个黄丝黑布的犯罪天堂添啊！所以呢件事嘅重点咧，个重点唔系我哋监管不力啊，你唔可以话我即系我哋监管不力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成件事你系应该自动自觉去认罪嘅，好似嗰啲咩射七人案啊嗰啲咁，甚至乎唔答辩，跟住咧明白自己嘅罪状，愿意接受惩罚，你咁样先系一个市民责任嚟噶嘛？跟住，诶、哎，你话哇，点解咁窝火啊？唔係搞到咁啊，咁樣求其咁樣走人嘅，喂，走人嘅嘢呢樣嘢出自於個犯嘅自願，係佢人權嚟嘅咋，我哋冇權叫佢去走嘅，佢自己嘅決定噶嘛。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大家都聽過啊，只要你唔出現喺個現場，你咪唔會有事咯，係咪啊？咁所以成件事無論如何都係個犯人嘅責任，佢選擇逃走呢條路，同埋佢選擇做一個唔好嘅人。他不做一个爱国的人，不做一个蓝丝，这个就是他错咯。比如说你跟我说最近有很多蓝丝出来屌柒政府，那些是准备叛逆的蓝丝，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啊、好的蓝丝就是有猪肉骨你要吃，有掌声当然是属于你的啦。即是好像空姐牛饭跟你说说生意不好啊，蓝丝不消费啊，肯定是你的问题。你煮出来的东西不够爱国，你获取不到大家的认同。所以呢咁啲手足啊，嗰啲唔係手足啊，黄丝先要手足嘅烈士都唔係烈士，蓝丝嘅烈士
嗰啲叫咩啊？嗰啲睇下先吓，同志啊，系嗰啲同志，嗰啲同志啊，咪用呢个行动嚟到去抗拒你嗰一份嘅虚假咯，系咪啊？喂，最简单，讲完呢两单，即系今日听翻嚟啊，责任存在个反嘅问题之后啦，仲有冇第三单咧？啊，我要谂一谂，有啲咩仲可以讲下咧？唉，你有咩提议啊？哎，有。嗱，呢一单咧系微不足道嘅事啊，但系震撼全香港噶。就系讲紧咧，喂，有超级市场啊，有个男人啊，走入去攞把刀出嚟吓啲职员，偷咗48罐豆豉鲮鱼。哇，好严重啊呢单嘢。喂，大佬，你究竟呢个地方啲人要系颓到点啊，穷到点啊，几冇绝路啊，几有即系几？几绝望啊！对生活先要走去偷豆豉鲮鱼咧，即系其实你问到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哋警方睇法咧就即系偷食梗系唔啱噶啦。超级市场咧，以往咧即系我唔记得大家记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咧有个叫纸牌警察噶，就会影一个伙计啦吓，或者一对伙计啦嘅样，跟住咧就喺前面动个纸牌出嚟，咁啲人见到咧就唔敢偷嘢噶啦，唔敢犯法噶啦，即系连啊。偷地細路仔啊，擰開個擰開個蓋飲兩啖，佢都唔夠膽噶啦。咁警察喺度啊嘛。嗱，我建議我哋入面咧有位同袍咧，就叫光頭警長，個樣啊靚過劉德華嘅，成個咁啊譚詠麟咁嘅樣嘅嚇，咁啊冇曬頭髮嘅，咁啊幾好啊，幾型啊！大力製造光頭警長1:1呢個紙板公仔，擺喺每間超市，擺埋喺咧加嗰啲食肆度。咩火之神嗰啲啊，摆过来啦，跟住咧，啲人咧见到，喂，大佬，光头警长，我见到走头啦，仆街，仲点会买嘢？到时你莫讲啊，豆豉鲮鱼啊，连五香肉丁同埋午餐肉都系安全嘅。咁啊，即系归咎啦吓，今日同大家分享三单咁严重，但系咧，即系听完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觉得喜悦啦。其实而家呢个社会系去到几荒谬咧，真系冇谱啊！冇底线啊！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其实一面对住呢个社会咧，你啊，你觉得系咪好荒谬啊？但你荒谬得过我，系咪先？即系喂，其实你面对好多嘅情况咧，你当你睇翻今日呢啲新闻咧，你都唔觉得系好荒谬嘅啫，系嘛？你攞世界冠军嘅啊，原来播首歌假喺度啊，争啲收皮，原来攞世界冠军嘅，跟住喺去到。啊，什么走去吓、啊，走去這個呢个咧上庭嘅、过庭嘅、走反，咁多伙计睇住又走反，泼水节嘅，喂，大佬个僆仔细路仔嚟啫，肥咗两枪，哇，俾你屌柒，喂，再加埋头先嗰单入去偷豆豉鲮鱼啊，喂，你睇完你咩唔开心，你都即系你都笑翻啦、啊。即係有好多聽眾啊，唉，經濟唔好啊，失業啊，冇嘢做啊，又想移民但又走唔到啊。其實呢啲都唔係問題嚟㗎，你每日都有笑料，所以其實孭重飛嘅第一節點解成日都係啊講國際局勢啊，講大陸情況，你根本啲港民點撚咗擺第一節啦、啊？你教我啊，點啊？唔通啊攞出嚟咁嘻哈嘻哈嘻哈，咁之後做唔翻頭先第一節㗎咯、啊？係咪啊？變咗成個通又變咗好似而家主持警訊咁樣，講唔到正經嘢咯、啊。所以呢样嘢好惨噶，即系，唉，我唔知点讲啊！即系偷豆豉鲮鱼咧，呢样嘢呢件我好震撼噶。即系大家其实有冇谂过，有啲乜嘢嘅原因会搞到一个人要走入间超级市场度攞把刀嚟偷罐头咧？有冇谂过？同埋好重噶、哦，啲罐头，即系你唔信嘅，你而家走去厨房睇下你屋企你妈咪啊有冇买低豆豉鲮鱼，你拎罐上手啊！珠江桥牌又好，咩金钱鹰又好，咩都好，是但啦，古龙都得噶，拎一罐上手啊！佢唔轻噶，同埋咧唔系咁好放噶咋，即系假设你攞40多罐咧，你摆个袋度，布袋有乜都好，你孭住佢走咧，佢一路跑咧，佢一路浪下咧，一拳一拳打喺你个背脊度啊！豆豉鲮鱼向来都唔系一件好拎嘅嘢嚟噶，佢偷48罐豆豉鲮鱼、哦。咁会唔会佢好中意食豆豉鲮鱼啊？唔知啊。另外网上头先我见到啲好黐线嘅答复啦，有啲朋友佢话
每拎佢放生，屌斗士鲤鱼拎佢放生，其实咪系咯。所以其实而家咧，你喺香港咧，即系睇到而家啦，吓经过咁多单嘢，有四十七人案啦，又见到啲吓啲人咁嘅遭遇啦，见到吓黄丝黑布，即系到而家明明都冇上街抗争，我屌都唔敢屌噶啦，已经去到唔妥你都系。摆埋喺心，得闲写日记嗰只嘅啫，网上都唔敢写多两只字啦，都要不停喂走去拨款啊，加强国安法啦、啊，大佬搞到喂国安法好似喂随时随机面对住二型级嘅敌人，屌！但系成班系咩啊？小猪佩奇嚟嘅，不其实你见到而家个社会嗰种荒谬情况咧，啊，可能我即系我人未言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翻啲岁数嘅朋友啊，卅零岁啊。四十岁啦，好嘛？你有冇见过荒谬过而家嘅时候啊？真系冇喎！即系你谂翻我哋细个时候啊，譬如九十年代嘅时候，会唔会个情况系咁啊？社会系咁啊？去超级市场，你话偷嘢有冇试过啊？我有噶，我试过噶。我第一次偷嘢应该系我年纪啊，我三岁嘅时候，嗰阵时我妈咪抱住我，跟住去间药房度攞中药。我唔记得攞俾老人家饮定咩人饮啊？跟住咧，我人生第一次偷嘢啊！我就行过佢个收银嗰度，佢摆咗啲凤活蛋、朱古力嗰啲咧，即系凤活节可以讲下凤活蛋喺度。跟住啊，我攞咗一粒，跟住咧摆咗拆咗张招纸摆咗落口食。哇、啊，其实呢样嘢系犯法嘅，系唔啱嘅。咁但系嗰个药房咧，我唔记得系药房啊。定系我唔记得咗咩，应该系药房啦，冇记错。个老细就系望住我笑一笑，跟住摸下我头咯，跟住再俾一粒我。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偷嘢，真系第一次，真系第一次。嗰阵时应该三岁左右啦。咁其实你睇翻而家咧，去到而家你见到嗰个人啦，男人都唔系年轻噶，走去偷豆豉鲮鱼，偷几十罐。发生咩事啊？就算你将佢呢几十罐卖晒出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豆豉鲮鱼几钱一罐啦、啊？即系我有印象嘅喺大陆买咧十零蚊啦，十一二蚊啦。咁喺澳门、香港，我谂系贵六蚊七蚊啦，可能十八蚊、十九蚊咁样咁上下一罐啦、啊，我估。咁呢罐嘢就算俾你拎翻出去卖啊，卖翻一样嘅价，你找几多钱咧？点解去偷要偷豆豉鲮鱼？偷罐头，偷几十罐罐头啊！喂，究竟系要几穷途末路先做呢件事啊？即系你谂到呢度咧，如果你一个唔好话有良知啦，一个系有啲同理心嘅人啦，普通人啦，你唔讲政治嘅，唔讲啲衰嘢嘅，你自己小煲藏晚，你都觉得好悲哀啊嘛！即系呢个世界，其实你硬系见到好多咧，呢一啲系好似好微不足道，但系会。令你好伤心的事咯，我真的不想过香港，我不想澳门会变成咁样。不好意思，今次节目做得唔系咁好，我哋听日翻嚟，拜拜。开始。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咁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呢？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咁呢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